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月29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处女座的朋友们，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资获利还蛮可观的，要懂得这个入袋为安。双子座的朋友们，跟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机会更进一步。天秤座的朋友们，在工作上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，大家都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摩羯座的朋友们，最近可能体力会有透支的情况，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狮子座的朋友们，如果出手太阔绰的话，小心入不敷出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橘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蓝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黑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白色。